然后呢，我有做一个小小的改造。就是嘞，我把这个头做上课才是的。那有什么好处嘞？它就可以戴上去之后，就可以直接转这个头了。虽然它还是松松的了，但我觉得这个设置应该会比较好吧。我是从这个地方剪断的。哎，不过大家不要学我了，因为剪坏的话，就要再买第二台了。那我这边要把它剪平，就是让这个地方可以方便折下去。然后就可以再装回去了。这样就还蛮方便的了，这个头就，它只是戴上去而已。我觉得万代应该要这个样子设置才对啊，他怎么会强迫你一定要用那个美观小头，就很可惜啊。接下来我来变成那个飞机的形态哈。这个内裤哈，把它扒起来，像这个样子结合哦。那个就是烽火号，就是太阳勇者。的那个支援的肢体，那有了它就可以合体成旋风火鸟号。那这个先摆到旁边。